刷刷还不爱不爱他遇到这么大场面，我紧张。我们对于昨天在桃园机场迎接中华队时所发生的疏失，深表歉意。在此次接机的活动中，我们没有妥善的安排，导致于球员及教练团受到干扰，我们对现场的秩序及服务品质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深切的反省，也对所有关注此事的社会大众致上最诚挚的歉意。我们将主动联系棒协表达歉意，并承诺将全面检讨，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未来我们会用更专业、谨慎的态度服务社会大众。感谢各界的包容和指正，这将是我们成长的契机。我们会以此事为鉴，持续的改进。开哈卡。
你不给我好像需要我进去我不要你我不要给我摸到你那安排好就好哎摸得去也可以帮我请我请我停我后面就卡住了不好意思就这一段我这样停了然后停了五秒钟就会卡了大概五十秒就跟塞车的概念是有没有比比赛还累哎小心小心小心你小心你先小心没有了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场面我紧张过不去一二三十秒天在桃园机场迎接中华队时所发生的疏失深表歉意在此次接机的活动中我们没有妥善的安排导致于球员及教练团受到干扰我们对现场的秩序及服务品质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深切的反省也对所有关注此事的社会大众致上最诚挚的歉意我们将主动联系棒协表达歉意并承诺将全面检讨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未来我们会用更专业谨慎的态度服务社会大众感谢各界的包容和指正这将是我们成长的契机我们会以此事为戒持续的改进谢谢我们对于昨天在桃园机场迎接中华队时所发生的疏失深表歉意在此次接机的活动中我们没有妥善的安排导致于球员及教练团受到干扰我们对现场的秩序及服务品质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深切的反省也对所有关注此事的社会大众致上最诚挚的歉意我们将主动联系棒协表达歉意并承诺将全面检讨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未来我们会用更专业谨慎的态度服务社会大众感谢各界的包容和指正这将是我们成长的契机我们会以此事为戒持续的改进